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古王的力量。索拉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啊！驱邪伏魔！快走，他会伤害你的。古王的力量正在逐步增强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完全觉醒。到时候，他就会将青墨炎吞噬。青墨炎，他会死吗？古王与青墨炎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寄宿关系，杀死古王，青墨炎也将难逃一死的命运。消灭古王必须以鲜血祭，可是，一旦引出，便没人能制服。要杀，就得趁古王还潜伏在青墨炎体内的时候。小兰，爷爷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。可是，长期放任下去，只会让青墨炎更加痛苦。能够终结这一切的人，也只有你了。孩子，我有些累了，无私上人。请回吧。徒儿，当年你为救天下苍生牺牲自己的时候，师父没能守住你，而今你的孩子也背负了与你相同的命运，为师心中又何尝不感到痛心呢？是师父对不起你，但唯有消灭古王，这悲剧轮回才有终止的一天。慢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大人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情？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哎，郡主，你们都给我让开，我要亲自审问那如小兰。太子殿下吩咐过，任何人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是不能进去的。看清楚，我可是郡主，再吵我让人把你头砍了。这你给本郡说清楚，墨言哥哥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被关进大牢？这事是不是跟你有关呢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？我现在恨不得立刻冲去他身边，带他一起离开，可是现在外面守卫这么严，我能怎么办？别哭了，你又想干嘛？我知道了。
若想要缓解殿下您体内的蛊毒啊，必须成年与御魂猫相伴。御魂猫的味道能使殿下体内的蛊毒啊暂时得到缓解。难道本王要与如姑娘相伴一生吗？殿下，殿下，什么事？秦五爷出事了。你来了，秦莫言。小兰呢？小兰被无私上人照顾得好好的，我永远不会让你再伤害她。无私上人，果然小兰心心念念的爷爷就是他。我已经完全压制住了，为什么蛊毒还会犯？是不是你的阴谋？你认为这是阴谋？可是对这片河山上无辜的百姓来说，只要杀死国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况且只有这样，小兰才不会受到你的伤害，我永远不会让她再见到你。无私上人马上就让她忘记你了，永远不再记得你是谁，和我生活在一起。娘，殿下，不，小兰绝对不会忘记我的。至于国王，我自会给你们个交代。秦莫言，你这我还控制得住自己，你们快走。殿下，你走。殿下，殿下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什么？请你好好守护在小兰身边，保护她，不要让他难过，不要让他掉眼泪，想尽办法让他像以前那样快乐地笑起来，这是我最后的请求。殿下，柳阳郡主曾经进过宫。是，刚宫里来报，柳阳郡主执意要拜访如姑娘，属下正要禀报，但柳阳郡主待了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如姑娘，如姑娘。殿下，如姑娘不见了。去找柳阳郡主，如果没有她，如姑娘不会离开的。遵命。早知道你不是什么正常人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是只妖。别动，你想被发现吗？我警告你啊，本郡帮你可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莫言哥哥，所以你最好给本郡一次就成功。喂，找没找到？我们这边没有啊。那我们去那边搜搜。好，走。没找到？没有，哪儿都没有。哎，那走吧。哎，柳阳郡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嘘，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我在这儿啊。你听说了吗？如姑娘消失了，太子命令人到处去找她。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难道说……小兰，虽然你一直很特别，但没想到你不仅会阴阳术，还能变成猫。有什么特别的？这次就谢谢你们了。
我会自己想办法潜入地牢的，不用担心我。嗯。哎，陆小兰，都帮你帮到这份上了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啊。是。你们两个去那边搜一下。是是。哎哎哎哎，我看到两个逃犯往那儿去了。是是。你们两个赶快逃出宫吧，不要再这样躲在宫里了，太子已经下令通缉你们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有办法救你们出去的。一群废物！太子殿下，什么事？大事不好了！我是小王爷，开门。小王爷，你快走啊！快把城门关上，别让他们出去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小王爷，哎，快快快！醒醒！好疼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得找个地方休息。
莫言，你醒了？你还渴吗？我再去给你弄点水。我没事了。我们今天先在这里休息，明天一早再出发。小兰，我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受控制了，我怕有一天我真的失去控制，所以你还是走吧。没有所以，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会离开你。我体内的古王总有一天会将我吞噬，到时候不只是你，还有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会受到牵连。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的。你不是说我体内的香仙可以抑制住你的蛊毒吗？还有我的血。你知道那不过是暂时的。那我们可以去无人小岛生活啊，在那里我们不用管其他的事情，也不用管其他的人。青莫言，我不怕死，也不怕你伤害我，我只怕你离开。我知道。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锋相搏，水火不相射。丢下我自己走了呢。怎么会呢？柴火快烧完了，我去弄了些树枝。答应我以后不要不声不响的离开，我害怕。玄月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听说太子已经掌握了大人的行踪，今天早上便派去了队伍去东边追捕。我与其在这儿待着什么都不做，不如去找大人与他并肩作战。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？要不是我拦着你，你难道要自己一个人去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？难道长恨不想跟我分开？Thank you.
上。爷爷，你放过秦墨言吧，我向你保证，国王不会伤害大家的。秦墨言，你快跑啊！到此为止吧。你我都知道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不光会伤害你，我还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。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们要一起去小岛生活。我在这手环上下了咒，小兰一旦戴上，便无法行动。我不想你一辈子过着逃亡的生活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很快我就会变成怪物，会忘记你，还会伤害你。至少趁我现在还是你认识的那个秦墨言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在手环上施了法，如姑娘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的香仙可以抑制住他的蛊毒，只要取得香仙就行了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取了香仙，你一定会没命的。我没命没关系，只要我死了，他就能得救了。这又何苦呢？我愿意。醒了。